您去把红云谷叫过来。是。师部的命令是，一举拿下鄂城，为联合战线打开新局面。具体的方案是，我们团率先出击，拿下黄龙高地，然后强攻东城，98团要在南城门打开一个突破口，东南两侧形成钳子一样的进攻态势，合力拿下日军的指挥部。黄龙高地。 可是一块硬骨头啊！是啊，你们红营突击队几近提出鄂城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团长，政委，能不能拿下鄂城？关键在于黄龙高地。黄龙高地是鄂城的咽喉，所以敌人一定会有重兵把守，易守难攻。首先，我们要掌握黄龙高地的兵力部署，攻其虚弱，尽量减少我军的伤亡，这样才能保证后续部队的战斗顺利。哎。 这回你算是受到点上了，所以才有了你们红营突击队的任务。经师长批准，命令你们红营突击队连夜出发，赶赴黄龙高地，目的是探明敌人的火力部署，为主力部队全面进攻提供有力的保障。方向同志，这次行动绝密，请团长和政委放心。 原地休息，猴子警戒。队长，再走十里就是鬼子阵地了。咱们从这片小树林穿过去，再有半天就能到。只要是鬼子腹地，他们一定会派重兵把守。从这儿走，无疑自投罗网。这里有条小路，很少有人知道，但是周围开阔，没有遮掩，咱们只能换便装走。 大家抓紧时间换衣服，10分钟以后出发。
咱们有一场硬仗要打。队长，
我背对他，快撤。 进去看看。哎，老何，有林贝在，没事的。团长，团长，什么情况？俄城捕房图已经拿到手了，撤退的时候发现了队长。他现在怎么样？林贝正在做手术。 都进来吧，命是保住了，接下来就要看他自己了。队长有我们看着，林妹，你去休息吧。我要等他醒来。 林妹，他在这伤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你们也得注意身体，多回去休息吧。团长，王勇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团长，我坚持刚才我的观点。对待方向，我充分信任，我对你的能力也毫不怀疑。只是我觉得今天这事儿，王勇，你觉得这里有什么蹊跷吗？队长对于我。
既是战友又是兄弟，我们同生共死。但是今天我觉得有蹊跷，到底哪里不对，我说不上来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个布防图它的可靠程度。团长，您的意思是？好了，不说了，你容我再考虑考虑。你先去吧。是。养就对了，长心肉啊，伤就好了。水。哎，来。给。慢点，别呛着。哎呀，让你慢点吧。新来的？哦。会什么？爷爷是猎户，后来啊，让鬼子给杀了。这山里的路我都熟。眼睛。啊？什么？红英的眼睛。啊，对，我就是红英的眼睛。我不认识你，但我听说过你。他们都以为你死了。我死了多久啊？听说是一个多月。一个多月。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我们发现你的时候，你全身都烂了，而且还发着高烧，兴许是烧糊涂了吧？啊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找他们啊。零四集结了数百万日军，月底将对我军进行全线扫荡。昨天晚上，我们是去鹅城拿布防图，准备先拔掉这颗钉子。鹅城，鹅城是很重要的战略要地。
少说两句吧，伤了元气了。哎，来喽！哎，队长，哇，尝尝鸡汤面。鸡汤面啊？咱们还有鸡？有，猴子养了一个多月，也不知道藏哪儿养的。这山底下的老百姓送的，一直没舍得吃，总觉得能派上用场。这不，他就把您给盼回来了。这么说，这可是只灵鸡，就这么宰了？这为革命牺牲，当然可以了吧？是吧？可以，可以。对，这我要不吃，这鸡不就白牺牲了吗？吃吃吃，您快吃。队长，敞开了吃。猴子一直给您留着呢，一口没让碰。作戦部隊が作戦計画通りに準備する。12日内褒美地域に相当する。はい、はい、報告。バーカ、会議所知らないのか。僕だ、浅川君。お前ら外へ。はい、はい、フグは敵の内部に入った。この間役割が発揮する。よかった、帝国はお前の功績を覚える。研究は私の仕事だ。帝国に力を支えたのは光栄だ。うん、遠いところから君を誘って失望させなかった。都说说吧。布防图拿得很顺利，在救出队长的时候和鬼子交了火。团长，我觉得这次的行动有些过于顺利了，总觉得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。你说哪里不对？日军的防范很松懈。第二，我觉得，队长出现在那里有些蹊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怀疑队长有问题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们想想。我不想。好了，都回去休息，一切等着方向协查后再说。散会。姓名、方向。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我的任务是消灭你们。幽六飞，嘿。方向。方向。你干什么呢？哦，躺了好几天了，再不活动活动，我都发霉了。那你也不要坐在地上啊。哎，我怎么会坐在地上？你明明就坐在地上，手里还抱着个盒子。团长回来了。队长的检查结果显示，
他的体内含有大量的有害毒素，虽不致命，却很可能导致瘫痪。那还有救吗？我不是神经学科方面的专家，眼下只能暂时稳定他的病情。想要彻底清除他体内的毒素，一来需要时间，二来需要了解毒素成分，这样才有机会研制解毒剂。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河豚计划？河豚计划？你说清楚。有传言说，长期从德国请回了一位病理学专家，正在试验一种破坏人神经中枢的药物。如果给战俘使用这种药，会使他们的身体逐渐瘫痪，称为河豚计划。这个什么河豚也太歹毒了。更可怕的是，河豚不止一只。队长，你。队长，放心啊，你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。团长，跟我同批实验的，一共有十个人，我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，但我能肯定的是，他们都已经回到了原部队。我说鬼子基地的布防怎么那么松懈呢？原来早就给我们布好了一个局。重点是河豚本身并不知道自己中了毒啊，因此他们的行为举止看起来跟常人一模一样。想从茫茫人海中把他们找出来，简直如大海捞针呢。也不是没有办法。我说过，你的办法太冒险了。你体内的毒素尚未清除，就算你身无大碍，现在回去也会暴露身份。你想拿自己当诱饵，再回去查出九个人的身份？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。都别说了，具体方案容后再议。你先把病养好。团长，眼下局势已经刻不容缓，我失去指挥能力无所谓，九个指挥员都丧失能力，这将会对我们的指挥系统造成多大的伤害。团长，我同意队长的看法。嗯，我也同意。你们呢？方向，暂免队长一职。黄勇，到。红营突击队由你指挥。团长，这么说您同意了？行动一定要考虑周密，还有，不要带电台。是是。队长，都打听过了，鬼子专家信佛，每逢初一十五必到庙里烧香。这条路就是去庙里的必经之路。算算时间，也该差不多了。我再问你上次要吧。不了，我伤得比较重，现在回去一切还可惜，要是有预知过的痕迹，就不好说了。针剂只有三支，它能中和你体内的毒素。你可以假装失去意识，之后再摄取更多的毒素，你极有可能再次失去自我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都听大勇的。尤其是你老哥，脾气要改改。行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
队长，你看，去看看什么人。啊，怎么来了这么一帮混蛋？就说走了吧。还活着。当兵的，八成是个八路啊。好家伙，见到宝了。再扎两刀，死透了再拖回去。我八路更值钱，队长。脑袋长屁股上了。等他活过来，你我的脑袋都不砍的。不能再等了，再等队长就死了。你听，汽车声。太君，前面的是什么人？报告太君，前面是驼鹿。把这个抬到车上。啊，抬呀，抬抬抬抬抬，快快走走。队长，煮熟的鸭子飞了。替日本人卖力，那有什么办法？看什么呢？队长，有人。有你个姥姥。哼。早く早く早く。やつを救え、救え、救え！彼を生かせて。奇跡だ。本当に奇跡だ。初めて生きたまま描いた服だ。研究の価値があり、僕の研究がやっとできた。目が覚めた。你从哪里来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何も言ってない。日本人。走在街上了，那当然了，不然咋着了？都军医生这儿了啊！别忘了，咱们都是鬼子。来，站住，站队，站队，站队，快快快！咱们到处转转，打听队长的下落要紧。好，来，齐步走。
干了，都干了。 作戦地図勝ちがある。間もなく奴らを全部消滅してやる。おめでとう。君の助けがなければ我らの保護計画はうまくいけない。あの中国人は大したもんだ。彼があれば計画は順調にいけるはずだ。僕はいいけどまだ毒がある。自分を傷つけるな。はい、長崎を気をつけます。 都打听过了，鬼子专家的车子打进了这儿就没出去过。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？没动静是好事，如果队长计划败露了，里边早就炸开锅了。咱队长这是话筒本事。先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只能迷惑一时。现在就像一根拉了弦的手榴弹，随时都有可能爆炸。鬼子大门一关，咱们两眼一抹黑啊，里边发生什么情况咱们都不知道。当务之急是尽快与队长取得联系。 对，队长也已经在想方设法的联系我们。好的，谨慎点，发现情况立刻回应。是。报告，何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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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
私を捜索します。待て、彼らの目的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。奴らを驚くな。警備に用意、捕まえろ。はい。大勇，突然多了这么多鬼，估计是鬼子的尸体被发现了。那队长怎么办啊？别自己吓唬自己，鬼子只是加强巡逻，没有实质性的动作。别忘了，咱们还穿着这身皮呢。女兵吧？有什么呢？队长，有女兵。哪有女兵？营里人想疯了吧？你看呢，小个的，那不是女的？走路看起来确实是像，没错。没听说日军有女兵啊。八路。嗯。听说最近有一伙秋八混了进来，难道是他们？是真是假，咱们跟上去看看再说。万一是真的，那这就是咱们立功的大好机会。堵上去，走，走。什么人？996，哪个门子？别跟老子讲鬼话，老子知道你们就是八路。帮二狗，跟他们废什么话？打！别动手，一动手鬼子全来了。乖乖的交枪投降，等日本人过来再动手。恐怕你们就没啥活头了。那可不一定。打那个狗尾，军工部队一个。996，他们才是八路，我们不是啊。打马三一组，马七你喊打，斯巴一打。996，太君，知错了，该抓他们。996，把枪放下。
先生，服务なくなった。先生，服务いなくなった。在这里，监制，用这把小石刀割断自己的喉咙。彼の傷を治せ、生かさせてくれ。はい。長崎軍、封を結果後は成功した。二番目の封はすぐ使うことができる。よし、よくやった。君、出て。一人で研究する。はい。别动！别出声。你没有进度，恐怕你的计划要失败了。巴克，我的事情没有失误，只能说我们有更好的科学家。不可能，我才是神经领域的先驱。少废话，核战计划名单在哪儿？你要负责我的命。说，核战计划名单在哪儿？すぐ探せ！逃すな！はい！队长怎么还不出来？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进去看看。你怎么把我们带到死胡同里来了？死死死！你才死呢！翻过去。听他的。是。是
長崎君、浅川君の様子はどうだ？彼の喉が切られた。幸い中枢神経が大丈夫だ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快把枪放下！他别吵闹。诸位，有话好好说。哪个龟儿子敢在老的地盘耍横？我要看看都是些什么人。哟，穿着一身黄皮，说着中国话，想必不是来收银子的吧？快说，你们什么人？打鬼子的。打鬼子的？那你们是找错地方了。你们都睁开眼睛，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啊？保安队。見つかったか。ある2年前に消えてしまった。ところどころ探せ、必ず捕まえ。非行の人は殺せ。はい。这是汉奸狗腿子待的地方。识时务的话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，别麻烦老子亲自动手。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？老何，我看你们谁敢动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。男的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原来你是跟我对着干的。老先生，他们没有冒犯阁下的意思，没你事儿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赶他们走，我就跟他走。嗯？想必就是你吧。我说我孙女跟我对着干的，原来是为了你上的山，对不对？阿四，男的带进去。啊！他放开我，大勇！哎呀！阿七哥七，三个字。哎！咱们好好谈谈吧。把账好好算算。走吧。老东西，你使诈！嘿，我就炸了，你怎么着？把枪给我下了！我如果今天能活着出去，我……你还想怎么样？小子，你的小命可攥在我的手里，你嘴上积点德吧！我告诉你们，老子原来也是成都袍哥会赌子辈的龙头老大。我什么没见过，还怕你们这几个龟儿子？既是英雄好汉，阁下何不救我们一命？哼！小子，我就知道你这肚子里边藏着弯弯道。袍哥会为民除害，世人皆知。我想老先生接着保安队长，一定有你的苦衷。就是呢，你说这事儿你都看明白了，我那孙女怎么就看不明白呢？哎呀，非要跟我脱离关系。龙阿爷有什么苦衷，不妨说出来嘛。大家都是明白人，犯不着伤这些。共产党个个都是人精，我得防着点儿。其实我也没什么要求，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，我想有个安乐窝。你们呢，别惹我，我呢也不惹你。全中国都在打仗，您要的安乐窝早就没有了。那我也不能把我孙女打上啊。天下未定，何以安家？老先生，革命是世界的潮流，您的孙女之事比你看得更远更透一些罢了。怎么说，咱们谈不拢了？
苍南我们可以留下，可只要他有手有脚，就算他今天不跟着我们走，有一天他也会跟着别的抗日队伍走。龙阿爷，这是世界的潮流，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。列位，你们都是铮铮汉子，现在是国家和民族最危亡、最需要我们的时候，难道你们还要在这苟且偷生，当缩头乌龟吗？爷，鬼子在门口了。他们怎么知道？估计鬼子闻到味道了。龙阿爷，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，难道您还要坐视不理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把枪还给他们！啊，龙爷，他们人太多，阿四要挡不住了。我去挡着他们。
実感の効果はどうだ？うまくしてます。接应王勇了，走。
哥哥。大丈夫ですか？奴ら捕まえ、全部殺せ、全部殺せ！队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你死了，我可真就一个人了。队长，你们刚从哪个方向来的？那边。糟了，有敌人。三八室九点钟方向。妈的，鬼子敢打冷枪！你们妈全是人啊！硬碰硬不是办法，还没有没有别的路？有是有，可大路上有鬼子巡逻车，走不得呀。分散隐蔽。Thank you.
見てかったのか。この間に何が。報復前線からの負傷者です。何が乗せた。検査。前線からの負傷者。千万不要恋战，只要搅得他们鸡犬不宁，我们目的就达到了。嗯，大杨带队走。何者だ。なぜ司令官のところに。幕近くの関所が襲われた。何？先生を殺した奴は戻った。バカ。すぐ我が町に戻れ。はい。ここは何を置くぞ。スワイがいる。
バカ。全部起きろ。We'll be right back.